大捏手辣，就算有一个小财主，找我小偷，唔多帮伊走，我可以这，甲管我先人意想唔搞坏事。大捏手辣是上强日，上五强，阿强五贵，伊指个是李强、黑强、孟强、名强、高强。人们外头日日满，将做日节春个拉去，去到倒掉。大捏手辣也是大帅个商家开始个日子，门房顶立立开始大吉，万事亨通个大人对亮。而且我着大放碰票，日日个碰票，每托月都是去日，衣食吉利。就算有个小财主，伊落做红糖生意，开始个大一日，档口就来了个小偷，可以发现而且我立立，本来是那将小偷上官了事。六日是日啦，声月声偷，甲同一小偷相貌回放，想必也是因为什么事被逼无奈个。财主就甲小偷啦，我想你肯定唔是喜欢做贼个，是因为求生无改，才停止走向。我爱去你条生路，你睇到在生。小偷拢眼欢喜，慢慢才磕头，感恩大地。唔单止生，小偷另外走个时阵。财主，我送你一吊铜子，红灰呐，你去找红正铜的职业做。小偷得来财主，伊赚的是光子，赶上通过伊赚的灰，想要去做点正事。早知伊做年末到厝，我是两碰壁。过了未久，钱也用了，伊又去找原来做铜花，做不如去投国，等四个大海岛去开。六爷好命，得交老大的同应。未久，可开过身个，小偷伊就成了海岛个小娘。啊，财主这边也是生意愈做愈大，经常将红汤、红中在个苏州个卖，会听就买来苏州货，起来潮州个卖，伊个生意顺风顺水。为此，财主从苏州转来，半路就走外海岛，伊先来落城这个海，当伊落来行中。就听有听人啦，迄个走外海岛的乡亲，不是被耍了，就是被掠去做苦啦。看到海岛已经顶中，不是那受海岛的羞辱，怕生那跳海了事。这爬起重音，就去这个大巷，该坡道登落来，行到迄度七七洞。无想那海岛开吹着那，黄金受惊了，一定要去后退咯。原来是挂泥砖迄个小偷。六爷，我请财主去再来个过门了，才转。虽然呾伊总有一光之之恩，日出末爱命令着你个，伊也无把握。只能就海岛当中呢，伊就做呢。因末财主被好酒好酿招待，今日财主话落那有落火末来说，小偷已经先小财主整理好作中。另外呾，我只讲我有个挂空顶吊。老来在来也无用，你做无扎顿个，好吃个白汤也是袂离个。本来有变王后就会贵，已经是非常欢喜，另外广南话送离个，就该再顿来就是。等下顿来，头开着顶吊，才发现啦，内边全部是金银财宝。正月初六，祝福不止，今声祝福了，事业顺，生活顺，感情顺，家庭顺。身体顺，运气顺，富贵吉祥。